this is my battlefield. Hi guys, I'm Meng Xin. We're gonna do tennis ball today. 围绕着边线跑就。竖着的叫边线，横着的这两条叫底线。前一点的那个叫发球。学习能力挺强的，不愧是你。对，是吗？握拍，正手握拍的是什么握拍吗？对对对，那反手握拍是怎么握的呢？竖着，像拿菜刀一样。对对对，你的右手的虎口要在这条棱上。正手送出去。对，先把它打出来，然后转。对，好，不错。对，大反手，面对面。跟那个正手一样，对，先拉拍，先把拍子拉开，然后直接挥拍。拉拍的话，拉稍微低一点就走，从下往上走。对，这个反手是我的一大噩梦，永远打不好。我们稍微增加一点点移动，然后打网球要动嘛，去找球。好，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插掉。网球，没劲儿了。这个网球是一项特别消耗体力的运动。郑钦文在奥运会上啊，3个小时，我现在打了有半个小时吧，就是这个汗已经四处哗啦啦了。这项运动还是对你这个耐力、毅力、意志力的三重考验，不容易的。隔网拉喽。对，是我最近染上了一种网瘾，网球的瘾。对不起。我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像我刚才这种失误，或者是发了小球，或者是抽球，然后对方没有接到的话，一定要和对方举手示意，说一声 sorry， 是网球里面的一项小礼仪。又快流眼睛里面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实战了。我的秘密，这是我的网球呢。没劲了，整不了了。真的无法想象他们3个小时要怎么打。我今天这穿搭怎么样？非常适合去打温网。真的，我听说这个温网是非常优雅的一个赛事，它要求有一个这个 dress code， 全身白。全身白。之前就听说是有一个在温网上有一个名将，他因为鞋底颜色不是白色，都被要求去换鞋。在网球这项运动当中，它的礼仪啊、规范啊还是很多的。对，要求很高的。还有什么其他的礼仪吗？对对对、嗯、就去对面的时候，对吧，不能去跨这个网。发球之前你肯定要看看对方有没有准备好，你还没准备好呢，你就把球抛起来，就过去，这样不礼貌的。对对。那像除了温网，在国际上还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大的赛事？嗯，法网、澳网、美网。澳网跟美网的话，它会是一个硬地的，法网是那个红土的。对对。哎，那奥运会他们这个应该就是红土的。对对对。Just yesterday，郑钦文 made history in Chinese tenni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28 years,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had a 1-to-1 gender ratio among participating athletes. Women have tirelessly strived, created, and climbed, continually advancing in the realm of the Olympics. We believe that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can aspire to greater and boundless dreams.